来看一下啊，广东选手李洪阳的这套圈操，也是夺魁的热门人物之一。李洪阳这个动作还是采用手风琴主奏的这个主要来演奏的一套热情奔放的音乐，他的动作娴熟规范，而且充满了力感。最后得分22.7分，这是一个回滚圈以后运用器械的动作。现在出场的是辽宁队的，然后从器械中穿过，马千惠，器械穿过也有0.1的加分。第一，李洪阳的得分二十。